Hello，我会念三个字母的发音，请听听看，哪一个才是 M 的发音呢？第一个，l，l，第二个，m，m，第三个，j，j，现在开始倒数10秒，请赶快找出答案哦。第一个，l，l，第二个，m，m，第三个，j，j，所以第二个 m 才是 m 的发音哦，你答对了吗？